2021学期成绩解题说明第一小题，设定范围名称，基本上操作都一样。我们首先点按期末考，接着在期末考工作表上方点按两下左键，按 Ctrl+C 复制标签名称三个字，接着点按 A2 储存格，按 Ctrl+Shift+End 键选取范围以后，在名称方块上方点按以后，按 Ctrl+V 贴上，贴上之后按 Enter 键完成范围名称的设定。接着依据同样的方法点按期中考，按 Ctrl+C 点按 A3， 按 Ctrl+Shift+End 键上方按 Ctrl+V 按 Enter 建立期中考范围名称。平时考成绩按 Ctrl+C 点按 A2， Ctrl+Shift+End 键， Ctrl+V Enter 点名， Ctrl+C A2 储存格， Ctrl+Shift+End 键， Ctrl+V 按 Enter。 第二小题处理学期成绩工作表，点按学期成绩工作表。2-A 要计算平时期中考期末考的成绩，依据题目提示用 VLOOKUP 这个垂直查表的函数。这个函数呢，主要是利用比如说我们成绩呢，根据学号400630090这个学号到平时成绩的范围，我们可以按 Ctrl Home 回到最上面，这一个人的学号依据1234567890第11栏的 73.8 找到以后，传回来学期成绩到 C3 储存格，接着我们点按 C3 输入等号 VLO， 看到 VLOOKUP 这个函数点按两下左键，接着点按 FX，要找寻的值根据题目学号在 A3 储存格，要找的范围根据刚刚定义的范围名称，在这里可以按 F3 找到平时成绩，按确定，根据刚刚的计算是第11个栏位，传回来的值如果找到是完全符合的学号，这里就输入0，否则的话一般就是找最接近的值。那同学注意，评分系统这里要输入0完全符合，按确定，传回 73.8， 接着在 C3 储存格的右下角出现实心实字的时候，按两下左键做填满复制，接着点按 D3 储存格计算期中考成绩，输入等号 VLO 一样，点按两下，再点按 FX， 找的资料一样是学号，范围利用范围名称找到期中考，按确定，传回来的值呢，同学点按以后可以再点回去开始数。那这边有一个技巧，从 A 到 Z 呢，刚好是第26个字母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再点回来，输入26，一样要完全符合，输入0，按确定。接下来在 D3 右下角点按两下左键，接着再点选 E3 储存格，输入等号 VLO， 点按两下，按 FX。找的资料学号范围 F3 期末考，按确定，一样先点按以后再点回期末考，成绩呢在1234567，所以这边我们输入70，按确定，接着在 E3 储存格右下角点按两下做填满复制。2-B 计算原始成绩，点按 F3 储存格。原始成绩的计算呢，就是将成绩乘上对应的百分比，
相乘以后相加，依据题目提示输入等号 SUMP， 看到 sum product 这个函数呢，刚好我们就可以利用阵列下方跟上方相乘相加。好，点按两下，接着再按 FX， 要计算的第一个阵列在 C3 到 E3 储存格，对应相乘的在上方 C1 到 E1， 记得这个百分比是固定的，所以在此我们要按 F4 将它转化为绝对位置，按确定。完成以后在右下角点按两下做填满复制。接着二之 C 处理点名资料栏位，点按 G3 储存格，一样依据学号去寻找点名的资料，这次先输入等号 VLOOKUP， 点按两下，再点按 FX， 要找的资料学号一样按 F3 找到点名放回，按确定。要找回来的栏位值再点一下上方的点名，这边呢从 A 开始数到 P 是第16个栏位，依据题目传回来第16完全符合，按0确定。传回来的值呢负一不是0，所以不是全勤，依据题目还要利用 if 函数来判断，点按等号后方输入 if 函数括号，如果找回的值等于0，传回逗点代表前勤，传回5分，否则的话就是0分，按又括号，按输入或者按 Enter。 完成以后在 G3 右下角点按两下做填满复制。二之 D 计算学期成绩，点按 H3 储存格，学期成绩呢就是将原始成绩加上点名的成绩，所以输入等号，点按 F3 加上 G3， 按 Enter。 依据题目要求按 H3， 在等号后方输入 ROUND， 这个函数呢是要将数字做四舍五入，以及题目点按两下以后在后方逗点到个位数，按0就是到整数位数，按右括号，完成以后按 Enter。 接着在 H3 储存格点按以后右下角点按两下做填满复制。最后第三小题要针对学生资料执行资料隐藏的处理，同学可以点按左下角箭头看到学生基本资料以后点按。三至 A 要利用 replace 这个取代函数呢来隐藏身份证统一编号，比如说像这位同学九个阿拉伯数字里面隐藏199这三个数字，它的位置呢就在1234，从第五个位置开始隐藏三个字，用星号来取代。接着我们点按 H2 储存格，利用等号输入 REP， 看到 replace 这个函数呢主要是将原来的字串用其他的字串来取代，点按两下，再点按一下 FX， 原来的字串在12储存格，开始取代字串的位置是刚刚看到了第五个位置，取代的字串长度三个字，取代的符号记得输入三个星号双引号，按确定。完成以后由于范围已经转换成表格，所以会自动填满复制。三之 B 要处理姓名各自栏位的资料隐藏，点按 I2 储存格，依据题目要求呢我们先找到等一下要取代的字元代码 25CB 的圆圈符号，点
点按上方插入右方符号，字型里面选取一般文字，下方字源代码自己输入 25CB， 找到圆圈的符号以后按插入，关闭视窗，接着将这个符号先选取以后剪下，待会备用。姓名资料的隐藏呢，因为姓名资料有三个字或者两个字甚至更多，所以依据题目要求呢，是保留前面的跟最后的一个字，中间呢要用圆圈取代，而圆圈呢根据姓名长度的不同，重复取代的字也不同。好，接着我们点按 I2 储存格，输入等号取代 REP， 看到 replace 这个函数以后点按两下，再点按 FX， 出现对话框，要取代的文字是 F2 储存格，开始的位置是第二个字开始，取代的长度根据姓名长度而不同，所以这里请同学直接输入 len_length 这个函数，左右括号先打好以后，点按括号中间，再点选 F2 储存格，姓名的长度以这个例子是3，要扣掉前后要保留的两个，接着要取代的新的字串根据长度不同，要重复取代的也不同，所以这里要输入 REPT， repeat 函数一样，左右括号出现以后，同学可以点按上方 repeat 这个函数，会跳到对话方块，要取代的符号按右键贴上我们刚刚找寻到的圆圈符号，要取代几个一样根据长度不同，这里输入 len 括号，点选姓名，它取代的长度减掉，头尾保留，按确定。完成以后可以看到两个字的中间一样用圆圈一个取代，四个字的中间用两个圈圈取代，没有问题。接着我们看3C处理电话的各支栏位，点按 J2 储存格，利用等号 REP replace 函数点按两下以后，再点按 FX， 要取代的字串点按电话，依据题目取代开始的位置从119开始，所以是2456第六个位置开始，取代三个字，取代的符号依据题目要求输入三个英文字母 X 的大写，按确定。最后3D 要隐藏身份证统一编号、姓名、电话三个栏位，点按依栏，接着拖曳到居栏，在范围上面按右键隐藏，到此解题完毕，档案另存新档，在 EX02 底下，将 EXD02 改成 EXA02 储存，接着打开题库练习系统，数科评分，按确定，结束。